OK， 那我现在要准备出门，先拿块鸡胸肉。看一下，赞 ，OK， 那今天就是拍一些我记录一下我大一时候的样子，然后等一下去买个早餐，然后今天课很多，晚上还要听演讲，就行程很满，那就开始 ，OK， 那我刚刚骑车来到创新大楼，那这里就是因为我们学校工学院。就跟我们宿舍区是完全两个对开，就一个南，一个在南，一个在北，然后就是一个对立的一个地图，所以我觉得骑车来这里上学会比较快。那我等一下要上这堂课是电脑网络概论，那这堂课就是会让你知道很多网络的基础知识，然后它有点像资概，但可能是比较深的，再深一点的资概。那你上完这堂课之后，你就得到很多网络世界的基础素养。那你在之后，你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，你可能在写程式，你要爬虫之类的，然后你要什么 git 什么 request 之类的，你就会知道这在干嘛，你就会知道网络世界大概是怎么运作的。那它有点像是一个大门，它把你引导到那里，那之后你要怎么做就看你个人造化。对，那我等一下就录一下我走到创新的，走到我们上课地方的时间的画面。接下来这堂课是今天最期待的一堂课，因为这堂课要教的是 computational thinking， 就是我们的程式课。然后程式课可以给你们看一下我大概怎么上课的。好，那这堂课通常呢，教授都会先给 PPT， 然后 PPT 上就是我们这个礼拜要完成的题目作业。然后我们可以看到，他都写得很精简，然后上课的时候会把他的想法讲出来。那这堂课我的做法是，我都会先把他要教的东西全部都上网学完，那学完之后我再听他的想法，因为我觉得教授的想法跟网络上的想法都是有很多地方都很不一样。那如果我先预习过了之后，他在讲更多新的点，我就可以吸收的更好，而且教授也是蛮会引导人思考的，对，然后就可以让我进步很多，对，所以我觉得这堂课。要得到好的成绩，还有进步的最好的方法，就是一开始就超越这堂课的实力。对。那因为它比较不容易学会，所以我们想说，在大一下的时候可以先来看一遍。那这样到了大二的时候，在演算法课碰到它的时候，就会比较知道它，就可以比较容易可以学会它。OK， 那我刚刚上完程式课，那我觉得上程式课是我大一上，大一一整年最喜欢的课，因为你就它会训练你写程式的能力，还有训练你的思考方式，就是 computational thinking。然后我就在这堂课上会进步很多。然后我每次上课前都会先学完老师今天这堂课要教的东西，不是预习，是学完。对，那你学完之后，你再听老师讲，老师总是就他常常会讲一些更不一样的方法，然后他的思考方式、他的思路，然后让你在上课的时候，因为你预习过，你写过，
所以你可以跟着他思考，然后你就可以再检验自己的思考哪里可以再做得更好，还有在哪里可以得到再得到一些刺激，让自己更进步。对，那这是我很喜欢这堂课的地方。然后等一下我要去图书馆，然后一点多还有离散数学，所以那我们今天就先这样。OK， 刚刚读完书了，现在我们要去健身。那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校园。超漂亮的啊。那就是走到体育馆路上聊一下聊一下。是啊。我们学校体育馆我们学校特点就是地很大。所以走一走大概也要走个五分钟。但我蛮喜欢这样的。像假设我们读台北市的学校。像师大之类的就很小一圈嘛，然后虽然到哪里都很方便，但这就是各有优劣。但我觉得这样有一种喘息的空间，可能点到点之间可以听个音乐，或随便想事情，就或走路冥想放松一下，就都还不错。然后呢，我们学校体育馆最大特点就是它是免费的，但是会有很多人就是嫌说，他觉得健身房的器材。有些比较旧就很难用，或是有生锈，两个哑铃可能重量不一样很难练。但是我有一个天才的想法，就是说我们可以，当我们在练健身房器材的时候，如果两个哑铃重量不一样，你就做完这一组后，你把两个哑铃对掉再做一组，这样就等于你两边的肌肉都受到一样力了。对，我等一下就示范这一招给大家看。好，那我们就走去健身房吧，等下健身房见。这是我们的体育馆，对，就是这个红红的这整栋。好，拜拜。开始了吗？哦，刚刚我已经开始了。我们猜拳。好，重来。输的，帮你拿饮料，帮你拿饮料。输的，在我的 vlog 里面 breaking， 我也 breaking。你刚刚已经输了。干，我刚刚是说我输的话你就不用 breaking， 我赢的话你要 breaking， 不然这样我都不用 breaking。一夫赢了，你 breaking 要死 ，continue 对，然后这是另一个回圈了。剪刀石头。不要，我不要猜。快点，拜托啦。我以后不叫你健身了。好，剪刀石头布。好，你 break。直接开始吗？好，对。哦，有哎，有练过哎，摇滚布。啊！你要头转。头转才会爆开。跟你讲，当我松鼠。你看他是因为小时候从小就要接电话，所以他很想逃离那种被绑，还有逃离那种被要求这样。结果他后来就走上这个义工，所以他很有这个同理心。你看他吧，第一个是要合得来、聊得来，就我觉得这是最基本的，因为你第一次见到这个人，然后你如果跟他合不来，那没有话题聊，那其实基本上你们后面也不会有更多的接触，所以不可能会成为朋友。可以说一下你的口头禅吗？我没有口头禅。喜欢说喜欢。干！真的要当 YouTuber。好，拜拜。哎、欸，约会吗？约会。好，拜拜拜拜，粉丝拜拜，粉丝拜拜。啊！各位，那今天的演讲，他等一下是一个物理治疗师，那他经历好像是有帮很多。国手做过治疗之类的，那我刚好最近身体有受伤，所以就觉得可以学很多，学一些急救医疗知识，一定是会很有趣的。他之前有在篮球队打过球，所以如果他等一下分享一些球员的趣事的时候，我觉得我也会很有共鸣。所以其实我蛮期待今天这场演讲的。好。
那我们就出发。拍一下晚上的钟镇，哦，很漂亮，就是很傍晚的感觉，但是这个灯光就让我觉得很美。可能我拍的不美，但走下去的感觉是好的，对，好。用我们的鼻子吸气，嘴巴吐气，慢慢吸，慢慢吐，吸到底，吐到底的方式 ，OK。所以跟刚刚一样，做个深呼吸，感觉两边被撑起来的时候，所以这时候呢，你的手就是一个很好的回馈，来告诉你说，你的刚刚哪边比较少的地方呢，它要让气比较撑到那边的感觉。OK， 刚刚听完演讲了，我演讲真的是非常精彩，那。也是真的很开心，就是自己是有在运动的，然后可以看到真的有一个物理治疗师在讲这些东西，还把这很多知识分享给你，真的非常开心。然后我刚刚还去跟物理治疗师合照，这样。对，我之前就是有听说过别人就讲过如何保持生活的热情，那很多时候最好的方法就是一直做自己喜欢的事物，还有一直去尝试新的事物。那我觉得听演讲就是一种一直去尝试听新的事物的方式，因为像今天我就在演讲最后的环节中就问物理治疗师一个问题，就是像物理治疗师像或医生像这种职业，就是 AI 的崛起，那会不会以后他们就很容易失业？因为我们只要输入一堆数据，然后让 AI 分析病人出了什么状况，那AI 在透过大数据给予治疗方式，那物理治疗师是比较失业，但他回答的那种，他给我一个我没有想过的回答，就是他说其实人体现在还是很复杂的，那我们的技术其实还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，所以短期内是不会有这个情况的。对，那我就是很开心能够听到这种，因为我自己是资工领域的，那听到他们物理治疗师圈的这些知识，对。那这些我相信是网络上很难找到，或是课本上也很难学到的东西，所以我非常开心。对，那我等一下要回去了。那通常我每天都会留大概这个学期我都会留2到3个小时，让自己去练程式，因为年底我有一个大的计划想要做，我想要开始投履历，然后想要大二的暑假就开始出去实习，去那种很厉害的公司实习，因为我想要早一点在这个领域上成为一个很专业的人。对，那因为这一周断考，所以我还要先读一点断考，再写一些作品。对，那分享一下我最近写的什么作品。我最近写了一个电脑每天打开连到网络之后，它会自动传讯息到我手机的一个程式，它是一个工作排程。对，它就告诉我今天要加油，要为自己的目标努力，这样。那最近是有打算写一个网页爬虫，因为大家知道学校会有抢课嘛，会有抢课系统嘛，我想写一个自动帮我抢课的程式。对，那最近会把它写出来。对，好，那等一下宿舍见，拜拜。Hello， 那这是这个 vlog 的最后一个片段。那最后我想要分享一件事情。其实，在一开始进大学生活的时候，我也还在摸索到底要怎么在就是大学时期培养自己的专业能力，然后同时又交到很多朋友，然后还有培养自己的兴趣，就是那种一生的兴趣，然后在平衡，在刚大一的时候，在平衡这些事情上，我遇到了很多挫折，然后才找到现在这样的生活方式。那拍这支影片最重要的目的，就是希望自己不管是大学生活还是人生，都不要留下遗憾。然后以后可能某天生活失去了动力，有点挫折的话，我觉得可以回来看看年轻的自己或现在的自己
这是影片里面的自己，那时候是怎么过的，对。然后想鼓励大家，还要鼓励我自己，就是趁我们还年轻的时候，想做什么就赶快去做。所以在看这支影片里面，如果想要制作自己的 vlog 的话，就去做吧。然后想学吉他，就去学吧。如果有梦想或是一个很想尝试的形式或是一个目标的话，但不敢尝试的话，那我鼓励大家跟我一起，跟我一样，至少试试看嘛。对，那结果怎样，我没办法决定嘛。但我们可以决定自己有踏出这一步这件事嘛。那鼓励大家跟我一样，就是努力试试看。然后，因为在我们人生最后的终点，通常啊，比起后悔你做了什么，我相信更多的是会后悔你没做什么。所以，大家加油，我也加油。然后，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麻烦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留言，然后我也开心的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拜拜。